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王毅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周舒宇。说实话，今年参加就比较平静，就是也没有特别高涨的心情，就是顺其自然。因为去年的时候就感觉对自己期望太大了，或者说对我们两个人期望太大了，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别人，所以就是今年就是都比较怎么说平稳，对吧？今年就是好好完成各种舞台就好了。对的。目标，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？其实还是肯定是有目标的啦，但只是不会像就这样吧，我们就是努力挺进下一轮，好吧？对，好，不要被淘汰。对，不要被淘汰。下次再碰到，那就加油加油，祝大家都能进下一轮。有，我们有信心。你刚刚还说平静对待，那有，我们有信心。就是我们重新换了一个设定，然后包括服装啊，还有道具什么都做了修改。对，就是跟之前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风格。我有两个地方想去，成都和北京。要去旅游？去巡演地啊？去巡演地，但是旅游不是旅游。我想去长沙。可是去过长沙。可是我还想去，因为我没有去过成都。玩成都，成都我确实我也没去过，对吧？就想去一下，然后吃点，就是肯定很好吃，想去吃好吃的。然后北京，因为我想去环球影城，我还没有去过。彼此，描彼此，对，一句话描述，美若天仙，非得给我拉到这个高度，出水芙蓉。对呀，属于说一个符合我的。对啊，因为你刚刚不是从那水里吗？出来，你刚刚水芙蓉。行，我不满意。哪里？那我也不满意。我说你美若天仙了，你还不满意？说你出水芙蓉，你还不满意？我不满意，是吧？就两个字不一样吗？最想完成的心愿，我觉得是出去玩吧。因为我们好久没有出去旅过游了。就是我们单独出去旅游，可以说是起码有两三年了。很久没有出去玩了。这次的拍档大会虽然准备得很匆忙，但是一定会很精彩的，所以大家还是期待一下。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有20米长，我天哪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舞台，就是首次双人，20米走T台，疼得很。6月3日18点，搞错了，再来。6月3日18点，拍档大会演唱会，红馆见。锁定猫眼独家售票平台，我们一起共同见证吧。我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可以可以，现场见，耶。